大家好，我是韦高乐，我今年十六岁，住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。我想与你们分享我2020年我和韩语的故事。我八岁的时候就对中文感兴趣，因为我的击剑教练是中国人，所以我想更自由地与他交流。八年来，望远镜一直是我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它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练，而且还是全中国国家花剑冠军。一起来认识我的击剑教练吧。郭教练，你好。你好。嗯。大家好。我是伯明翰击剑的教练。今天我的学生韦高乐同学一直学习中文有八年了。我们很好跟大家，很高兴和大家认识。韦高乐同学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郭教练，星期五是中国新年。中国新年啊，你想是什么？哦，中国的新年呐，中国的新年是用按照中国的农历来，不是咱的我们叫阳历年和阴历年。阳历年指的就是咱们世界上通用的这个月历，阴历呢是中国人。几千年来总结下来的就是我们的中国年，每年的过年不是定日子的，是根据农历开始的。所以现在谈谈您对击剑练习的看法，这对我和我们的击剑教练来说都是一次有趣的回合。接下来我想向您介绍我的中文老师。首先向傅老师问好。高乐你好。嗯，你好。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第四课，猪八戒吃西瓜。首先请你读一下课文。嗯，好。猪八戒吃西瓜。唐僧师徒四人一起去西天取经。好，这是马老师。马老师，嗯，你好。韦高乐，你好。下面我们来读一篇课文。我是姐姐，你是弟弟。嗯。今天天气比昨天好，不下雪了。我约了朋友明天去公园滑冰，不知道天气会怎么样。我刚才看了网上的天气预报，明天天气比今天更好，不但不会下雪，而且会暖和一点。你好，为了加强我的韩语，我不仅要上课，而且每天都要学习。嗯，晚高和住干烂快油斜奴意。现在我和我的音乐老师一起练习中国经典曲歌曲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好。
望你们喜欢我关于生活中的中国人。新年快乐，谢谢你们。